来了，兄弟们，最近玩了一下苏烈，拿着大棍子敲确实蛮爽的。不过现在基本都在打辅助呗，这也太埋没苏烈的大棍子了。我们发明人家中哪能看得下去啊？来，飞起来！我他妈来了！来！啊！银条创技！OK， 这把打一个孙策，哎，你也开了呀，但没什么用啊。想跑是吧？追着他，暴击铭文是不带续的呀。来！我走了。然后换一个好欺负的呀，信子，二打一你不出来是吧？有点小聪明啊，但不多。我就知道你在抢和。他妈人呢？全输出苏烈四级就可以秒人了，这波来野区蹲一下，被发现了直接顶他，叫人是吧？我也会。趁哥们不在欺负队友是吧？还想走啊？回来吧你。这波还是野区啊，打一个发挥稳定的 B 落选手，大招哎失误了，往后拉一下，被打死了没关系啊，我没有大招的，原地复活，哎，全输出苏烈确实挺不错的，一套下来你拿什么顶啊？你们一个个都咋的？这边队友看起来需要帮助一下，我们 hold 住一下。这个瑶已经没被动了，直接追他。还有一个呀，不是哥们儿还想追，让我看看。这波下路支援的马可，这波纯小丑啊！二三再来一拳，直接来了。我操你们！全输出苏烈建议配个小明使用的，躲在塔里就安全了嘛。开门送温暖啊！我给他整个活。好。知道有粉丝肯定好奇为什么出这么多攻速啊？哎，当然是战斗双战斗双战斗。